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我带你来好好学习一下，看看别人是怎么谈恋爱的。喂，你要干嘛？你觉得我想要干嘛？我挑了一个我最喜欢的经典爱情电影，特意下载下来给你看。这是什么电影啊？我的野蛮女友。哎，不是这段啊，这你先花点时间。不是，你别闹，什么情况？来了。你看看人家，什么都没有做，但是百依百顺。不是，你看人家眼神里边的这个神采啊，虽然是嘴上严厉，但是这个眼睛里要充满了爱意和温柔，这个就是你最欠缺的一点。你好好学习啊！我对你这么像啊，我做不到。你看着我。就是这样，哎，再看着我。爱意，温柔，不能说话了，好好学习。哎，你说说，今天晚上有没有收获？有啊，得好好的学习学习。我的脚啊，走了一天了，都走肿了。我看你那个鞋挺舒服的，咱俩换换呗。学这个？啊，你换不换？我当然不换了。你当我是那个傻小子？再说了，人家是女神，你是什么呀？充其量也就算是一个女神经。童宇，不是你说的让我跟人家好好学学吗？怎么了？食言了？我就不换了。你看我们不是要好好的学习的吗？我们先从感受对方鞋子开始，去感受彼此。哎，徐总，控制一点啊。换一下嘛。换一下嘛。来吧，来吧，来！哇，好舒服啊！哎、穿上，穿上！等等我，哎，快点的！走不快呀、啊？你快等！什么走不快呀、啊？你快点下来！我今天也有一样东西没有穿。角色互换啊！等等等等等等，高高跟鞋！钟恋，你当我是白痴吗？我没有骗你，我们俩今天真的是在演情侣。演情侣？你是故意用这样的方式靠近他吧？你别歪歪了好吗？我们两个人也是没有办法了，所以呢，各取所需，就变成搭档了。这么浪漫，我看今天要不是遇到了我，你俩准备鸳鸯戏水了吧？哎，
那是因为今天我们在办公室里面演得特别不好，所以说下了班以后呢，一起去找找感觉。这让你碰上了，你再继续跟我编。你们遇到我没在你们俩的计划之内吧？这计划挺好啊，你看之前暧昧否认了，现在都这么亲密了还否认，真的醉了。没醉没醉没醉，这才一罐啤酒不够，冰箱里还有。你说吧，谁追的谁？哎呀，真的没有。你到底今天是什么没有穿这么骚？干嘛？你看你拽我腿干嘛？哎，你说这杰森是怎么了呀？开始看武侠小说了都，球赛也不看了。哎，头儿，你给分析分析，他受什么刺激了？好玩。好玩？杰森有啥好玩的？没事，说。哎，你刚才说杰森怎么的？哎呀，安静点，打扰我看书了。这人看书，那绝对受什么刺激了。是不是月子前给你下任务了？有什么事儿说出来，别憋在心里憋坏了啊！你们能不能盼我点好啊？我告诉你们啊，我恋爱了。啊！我微醺眼神，也浪漫气氛。秀发轻香撩动我心房，我昏昏沉沉，却内心翻滚。你微微扬起大红嘴唇，要不等下一班吧。哎，不好意思啊。就是有钱点，走走走。哎，对。真懂事啊！猫怎么了？走心点啊！毛病你点都不懂。哎呀，这咖啡好像怎么都够热的。啊，真的吗？啊，最近换点热的。真的，快点啊！这就是咱们学校今年参加上海高校历史知识大赛的阵容了。郭老师、崔老师是我们历史系教学的中坚力量，徐强是历史系现在专业成绩最好的学生，可不要让我们失望。这次知识大赛的流程我已经看过了，知识提问环节我倒不太担心，但是最后的辩论赛我还真没有什么太大的把握。怎么，你这个知识储备还心虚啊？郭老师不是储备不足，他只是为人太过谦虚温和，他总是担心到时候起了口舌之争会在气势上略输一筹。其实郭老师不用担心，这个问题我已经想到了，所以呢我申请啊给咱们组增加一个组员，不过还没有跟孙主任商量。老师们好。来得好巧哦，就是他了，中文系的研究生安妮。艾米你好。孙主任好。崔老师好。郭老师好。嗨，徐翔。哎呀，校辩论社团王牌艾米姐来了，这一下我看辩论环节其他学校也有苦头吃了。谁是你艾米姐？别给我套近乎。艾米啊，你对这次比赛准备的够充足吗？
孙主任，虽然说我是文学系的，但是文学系和历史是不可以分家的，毕竟都是属于中国的传统文化。而且崔老师前两天也给我打招呼了，我提前做了准备，所以只要老师们都信得过我，我就一定可以胜任。